他们打人，你们三个打人了吗？没有，没路过。既然没打人，路过的赶紧走。 公共场合，你聚众闹事儿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是他们堵上门来打我，怎么成了我打架闹事儿？我可没看见人家打人，是你这人在打人。简直是不分青红皂白。你还犟嘴是不是？啊，都给我带回所里去！快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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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会儿到里头检查一下。 是我们公安机关严管的重点，你聚众闹事，我是不是应该严惩你啊？郭所长，我一向以为你处事公平，今天晚上的责任你怎么能弄到我头上呢？你是经理呀，我不抓你抓谁呀？这就是你的公平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，我应该对你拘留15天，但是。 考虑到咱们两个私交不错，而且对我们派出所还有不少资助，所以我决定从轻处罚你，拘留10天，怎么样？什么？你还要拘留我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啊！我这每天拘留人多了，对于你只是办理办理手续，可是对我，那是牢狱之灾，你知道吗？我比你清楚。 啊，过来。
我不签，我不签，不签。出来！怎么，方局长，你的助手？哎，你谁呀？还敢冒充我们方局长？干什么你？我不认识什么局长，没有我们领导的指示，你们谁都别相信。方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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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顾氏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清不清楚。你打。我不签，干什么？签字。不签。签。喂，吴顺，我是秦解放。程书记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在哪儿呢？我就在您门口呢，防疫局长也在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马上出来，我马上出来。快快快，把都弄走，弄走。走，走，走，往后面走啊。走。在跟群众对峙，怎么回事啊？联防队员那儿那么多警官，你们对付谁呢？你们依据什么去查封人家那剧场啊？方局，依据非常充分。他们擅自延长营业时间，堵塞防火通道，造成了极大的隐患呢。我想查封一个娱乐场所，是要报上级主管批准的。你。报给哪个部门批准了？我已经让内勤报分局了。上报。那把材料拿来，我看看。局长，您说这事儿您就别管了，我会处理好。我要看材料。材料在内勤手里。那你赶紧把内勤叫过来。这么晚了，内勤都已经下班了。那你用我的车去把内勤接过来。方局，这材料是不是没写呢？是，这不天晚了吗？分局都下班了。那好，那现在拿过来呀、啊，局长就在这儿呢。哎，我这就去写。回来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材料，你根本就没有报，没有任何依据去查封人家一个剧场。局长啊，这件事儿。其实根本不用什么材料，他在我的辖区内，我就有权处理他，对不对？那我再问问你了，谁给你这个权利啊？国顺，我也当过派出所所长，啊，要查封这么一家有一定影响的娱乐场所，那是要经过上级批准的。你这样做是错误的。错误？程书记。我干了这么些年了，领导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哪回不是这么干的？哪回错了？啊！你还讲什么？这回就是错了。那个经理呢？你没有任何依据，随便乱抓人，赶快把人给我放了。我们没抓什么经理，你们谁抓经理了？啊？你抓了吗？我们没人抓经理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你太不像话了啊！方局长一直在门口看着呢，明明看见你，那个剧场经理被你抓过来了，您说没有？是，人事让我带回来，但是说了他两句他就走了。走了？对啊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就在你们来之前呢，从后面走。人确实走了吗？韩书记，我向你保证，确实走了。你等着。真不能想象啊，现在居然还有这么恶劣的所长。韩书记，这个所的工作和作风以前都是排在分局的前列的，是什么原因让郭胜变得这么恶劣？咱们真得好好查一查。这样一个人把持一个派出所，这简直是胡作非为嘛，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啊？
我想问一问，是不是准确？ 在大会小会上天天讲，作为一个警察，要依法办事，要以人为本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会出你这么一个胡作非为的派出所所长。你这件事情，你要好好给我反省。不是，带我们几个到你办公室去坐一下。 这个抽屉打开，干什么？开抽屉啊？不干什么，你把抽屉打开就是了。不是，方局，您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叫你开抽屉你就开抽屉，你干嘛那么紧张啊？啊？快，把钥匙给我。钥匙。 宣布吧。去通知在家的值班民警，都上这来开会。所有在家的值班民警，到这来开会。 今天晚上我开车送韩书记回家，路过了西凤路，正好看见你们郭顺所长在查封那家剧场。我们认为，要查封一家有着一定影响的剧场，必须把查封的理由上报，并经上级来核准。可是你们郭顺所长在没有任何请示和报告的情况下， 擅自决定查封一家剧场，这就严重的违反了工作纪律。同时啊，刚才我们就在郭顺的办公抽屉里，发现了20000块钱的现金，而且他自己说明不了这些现金的来路。所以经过请示方岩局长和韩明波书记的同意，决定从现在起对郭顺所长 进行隔离审查。警力不够，上级可以调配，但是不能用那么多的接管人员，也不能让他们拥有那么多的警力装备。
我做分局局长这么多年，也见过许多公安干警，素质差，甚至是作风恶劣。但是，我从来就没见过，也不想见到像你这样胡作非为的派出所所长。我建议撤销郭顺派出所长职务。 今天的任务是保护地下剧场的正常交接，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：雇佣我们的是接收方，而不是出卖方。现在里面正在举行交接仪式，从现在开始，不许任何人进入剧场，防止扰乱工作。咱明白没有？明白。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回去各位，开始执行任务。是。 张书记，郭书记带来了。进来。周书记，郝队长，我郭顺有2万块钱，正常吧？啊？为什么总是跟我在这件事上过不去呢？你不要以为你做的很机密。 隔墙有耳，门外有眼，啊，想瞒是瞒不过去的。对，你有2万块钱那是很正常，可是你得说出来你是什么时候取的，在哪个银行或者储蓄所取的。这时间太长了，记不住了。你这样兜圈子绕弯子，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不说真话。这也没关系，啊？ 这就迫使我们要对你认真的进行调查，直到把你的问题彻底调查清楚为止。我告诉你，你还别太得意忘形了。你现在拒不交代，不就是等着那些替你说话的人站出来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就是那些替你说话的人，我们也要一查到底。我到时候看你指望什么。 非要等到那个时候才开口吗？二位，咱们也共事多年了，啊，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关系还不错吧？我郭顺就这么点事儿，你们二位能不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？郭顺，我已经想到在这个时候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啊，是的。 你我都是同行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我跟他能跟你同流合污吗？张书记，当年我跟您一样，说干就干，干就干好，也立过功，也受过奖，是不是？行行行行行，你说的那些事儿啊，我们也遇见过。可是，一想到警察的责任和即将出现的严重后果，再大的好处，我们也不会动心的。 你是不想交代你的问题了？我没什么问题，我除了工作上有点失误，没有其他的错误。行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张书记，让他继续回去反省吧。我带。 Thank you.
这个郭顺是犄角滑，有顽固。嗯，一个人啊，要是站在党性原则的对立面，他的劣根性就会暴露无遗。郭顺就是个典型啊，他现在心里还抱有侥幸心理，等着张琪来救他。嗯，张琪才是他心中的救命稻草。我们本来想稳扎稳打，步步推进，没想到冒出了郭顺。 严格的来讲，他也是打乱了我们的工作步骤，是吧？好，哎，张书记，我找到那天在西丰路派出所给你发短信的民警了，是个治安警，叫侯进。那就得谢谢他。嗯，他说找郭顺的人是两个壮年男子，跟抢劫剧场的是一伙人。有件事情我还是不太明白啊。嗯，肖老魁这个人做事。 历来都是极为严谨和极为隐蔽的，为什么他的儿子非要用这种粗暴的手段来夺取一个剧场呢？起初我以为是这爷儿俩的处事方式不同，可后来我想到了魏婷婷，这样我就能解释为什么肖磊会这么迫不及待了。你认为是魏婷婷起的作用？嗯，当初我跟婷婷在一块儿的时候，她无意间跟我说起过。 等他老了，不能跳舞了，他想当一个剧场的老板，拥有一个剧团，所以我认为肖雷才会。我明白了，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你，跟肖雷在一块儿？看来你刚回到地方就提出要跟他离婚的决定是正确的。程书记，我那也是忍无可忍了。 省市公安机关的指示，分局领导经过认真准备，今天我们的大街坊活动正式开始。此次大街坊活动由方言局长、张琪政委、程解放书记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同志，我们会认真地接待来到这里给公安机关提出宝贵意见的每一个人，切实做到人人受到局长接待，件件得到依法处理。 接受我们领导接待。现在是五号劳动指示到接待大厅候车。好，手里头没有拿到票。方局长。哎哎哎，站起来，坐下。哎，这位大嫂，大嫂。你救救我！我的儿子死得好远。哎，大嫂，大嫂，你起来，起来，有话慢慢说啊。你有什么委屈啊？ 有什么想法，慢慢说，说给我听听啊。去年秋天，我儿子在上网的时候，被几个社会上的小混混活活的捅死。现在这几个歹徒还逍遥法外，我就不明白。 为什么公安局不去抓他们呢？大嫂，你先别着急啊。哎，赵队，这位是我们刑侦队的赵队长，啊，我要他在一周之内把犯罪嫌疑人抓到，这回你满意吗？满意。如果一周之内啊，他不能够做到，你再来找我，我会拿他试问。 谢谢局长，谢谢各位领导，谢谢局长。
是局长接待，我来看看。局长能亲自一个一个接待吗？这点不会错的，麻烦您先填一个表格。我不填。哎，凡是要上访的群众都要先填一个表格啊。我不填。你看来上访的人这么多，局长能够亲自一个一个的接待吗？您可能对我们大街坊不太了解，我们方局呢在这一个月里什么事儿都不干，专门接待上访群众。哦，那就是排号。您先请坐。您呢在这个表格上留下您的联系电话，也就算排了号，等轮到您的时候自然会有人打电话通知您。好，麻烦您填一下这个位置呢，填一下您的姓名。怎么突然来电话呀？有什么急事吗？你们家肖雷和剧场的明经理1500万是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可是捅到公安局去了。告诉肖雷，做事要留有余地，破财免灾。怎么把事情弄得这么大呀？现在正是大街坊的关键时刻，枪打出头鸟啊！看来这次得留点神了。你注意吧，我不方便多说，详细情况问你儿子。知道了。什么事？把小雷给我找来。是。混账！煤矿股份是我的名字，每次领钱又是我去，他们咋能查到你们头上？爹，你咋糊涂了？再不是张琪，谁给你那煤矿的股份？那倒也是啊。现在都有人盯上这事儿了。那谁能知道这件事情？纪检部门。那咋办啊？我跟张琪啊想了个办法，过来跟你商量一下。哎，张琪人呢？应该快回来了。啊，爹，您来了。哦，张琪回来了。听说神木煤矿查你股份的事呢，我这怕出事，这两天心里慌慌的。慌什么？没大事儿，只不过是我比较谨慎，提前想办法。你说他们真的都知道了？坐。水没来时先跌罢了，免得临时抱佛脚。好。哎，小气者永远不会出事。是，我也这么想。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啊。现在呀，纪检和督察部门穿起了一条裤子，他们不动声色，小心地向你摸过来。一旦发现证据，那就会一口吃掉你。这可怎么办？一攻一守，突出重围。这攻怎么个攻法？还没想好呢，不说也罢。请你来啊，就是要说说这手的一招。怎么个事？假离婚。你们要离婚？假的。现在呢，是先散布家庭不和的消息，造出要离婚的舆论，然后再观察动向。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就立刻办手续。假的，那也是离婚啊。
那这能不能行啊？这只是一种措施，应急措施。哎，那这个股份的事儿，找你来啊，就是要商量这件事儿。要是有人问你，就说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对，这就是假离婚的目的。哎呀，那也得有人信呀。就像他刚才说的，要不是你，谁会给我股份？我教你个说法，你按我的说，保证没事儿。怎么个说法？你快说。这个说法已经和他们商量好了。有人问，你就说你在20年前啊，救过一个人。救个人？什么人？你听他说。这个名字你要记好了，他叫肖老奎。肖老奎？对，他呀是靠盗墓起家的。盗墓的？哎，那是坏人啊！我救他干啥嘛？好人坏人你别管那么多，你现在只记得你20年前救过一个人，他后来发财了，他为了报答你，把他煤矿的股份给了你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懂了。爹，您得记住了，不管任何人问你，你都得坚持这么说。行，我对谁都这么说。爹，事情比较急，我就不能留你了，你还得连夜赶回去，而且不能对任何人讲你到过我家。好，那我这就走。还有啊，不管听到什么，您都不能改口。对，我绝对不改口。路上小心点。慢走啊，爹。好，那你们走。你说你那功法呢？这功的一招嘛。这样，哎，肖总，哎，里面什么情况？老爷子现在正在发火，刚才他还骂你呢，他的脾气越来越坏，你多加小心吧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看今晚。又他受的了。爸，您找我啊？爸，你干什么打我？干什么？就凭你胆大妄为！我怎么胆大妄为了？我问你，你最近是不是想买一个剧场？买了以后，送给魏婷婷。我就是想做礼物送给她。那就明码实价，公平交易。我是啊，我跟那姓林的签了合同了，我只不过先付他200万嘛。还欠多少？1300万，没交齐钱，为什么还要进剧场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们想这个月申请个舞蹈大赛，那你没剧场，人家根本就不给你批。这魏婷婷为什么百依百顺？滚！我喜欢她，我觉得她人挺好的，以后能为咱们肖家做事儿。糊涂。肖家岂能容你们这样不计后果的人？把一个好端端的郭所长给反了省，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事会在你们手。爸，你别生气了，行不行啊？那你说叫我怎么办吧？老实告诉我，魏婷婷。肯为你付出代价吗？啊，只要我一句话。那好，你跟我来。
你从我这里拿钱，把钱如数交给林老板。爸，那我也跟你说实话，这剧场拿了我钱就不想给他了。我想要把剧场买下来办国际大赛，一来为市里争光，二来抬高咱们的身价。这钱不给他，我照样能生办。他已经去上访了，想让他把咱们都掀进去？你让他上，我看他能上成什么样子。我告诉你，这次公安动的可是真格的，咱们还是躲得越远越好。我知道了，那我把钱给他就是了。只有这么做，咱们下一步才能再出一个狠招。什么狠招？我问你，现在对咱们威胁最大的人是谁？郝刚啊。对，就是这个人。从李渊开始，他就像一把尖刀一样，一步一步地逼近咱们的心脏，弄得这些年我是吃不好睡不香。你说咱们怎么才能除掉他？告他的黑状。杨毅，哎，我说你小子最近到底跑哪儿去了啊？天天都不见你人，到底干嘛去了？你瞎想什么呢？那你都去哪儿了呀？告诉我。上政治处主任谈话，哎，派我到新丰路派出所当代理所长。哎呦，那你是高升了啊！是祝贺你，庄所，到那边千万不别给咱们这丢人啊！放心，我一定会干出个模样的。行了，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反正我请你吃饭。哎，别，第一天报道迟到可不好啊！啊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嗯，好哥呢？好哥好像去开会了吧？要不我回来帮你跟他说一声。赶紧赶紧走。行，那你自己路上小心啊。车送老太婆上医院。她怎么了？她摔了一跤，好像是骨折了。在哪儿呢？在那边。行，那你去看一下，我这就打电话。好，那你快点啊。好。麻烦你了。